俾我哋自己，我哋其实我哋可以有个咁嘅协商。我话我保证你有八千一万收视点，我话咁讲。跟住我哋做个节目就系，我哋整翻嗰块板 ，dude 咁啊，嗰块好多颜色板，但系我哋冚好咗，我哋呢一万个人一定要开住电视，跟住我哋嗰笔钱咧个节目制作费，我哋就喺度大家 share， 但系我哋就整到个，我哋就照样有一万人睇。但我哋就收佢话，喂，我话呢个节目系咁样先劲噶嘛，过瘾嘛，特登要整一块板 do 一声喺繁忙时间做呢啲嘢，反其道而行咁先要威啊！你咁讲，之后佢谂落去，话你试下整一日，我呢度讲一定有一万收视，冇嘅话跟你成噶咁讲，我倒贴翻啲钱俾你，即系我哋夹埋，我哋夹埋，我哋就即刻开晒电视啊，又开，可能你某啲兄弟开电器铺，即刻扭鬼晒个亚视台。即系有一万人收睇啦，系咪呀？你咁讲，我哋每日换啲唔同公仔就得噶啦。嗰块板，嘟嘟嘟，跟住我哋可能收佢嘛。我话呢个机密，我呢条桥都要钱噶嘛，系嘛？跟住同埋整嗰块，整啲图画或者点啊，嗰啲嘟嘟声唔使钱，我哋自己录嗰啲声，我哋喺度嘟，我哋一百人每人录几句咁啊。跟住我哋就收啊，都要制作费噶。我话呢度就平平地啦。我话一季制作费收你三四百粒，之后我哋 share 开，我哋八千人 share 开四百万除八千系几多啊？每人都几多啊？五千几蚊定点啊？五万几蚊啊？啊，差唔多啦，咁啊几好啊！每人又有钱赚，大家点睇？阿士希望有嗰啲招标计划，我哋一齐必翻过。讲真，啊，我哋过去整嗰啲现场节目啊，嗰啲辩论大赛是但喺度整啲嘢，是但喺啊录影厂度冇嘢做。我哋今日做咩好啊？我哋呢个节目叫啊即兴呢个节目就系中意啊！我喺度即系话，我哋各位观众想我哋八千个人喺录影厂做啲咩，即刻打电话嚟得噶啦，佢系咁讲。即系我哋喺度乱咁喺度玩啊！啲枕头战啊，定咩咁啊？揼揼到成台都系成个厂都羽毛啊，或者点样啊？嗰个可能好好睇，仲好啊！佢话你都上嚟玩，我等紧你啊！我哋啊喺录影厂啊，即刻话你即刻坐的士过嚟，好啊！或者喺度玩一啲好似而家好兴啊，嗰啲又好似喺攞啲地拖啊，攞电饭煲喺度当玩冰壶啊！你喺个亚视嗰啲录影厂度咁样喺度做啦。啊！跟我哋喺度扮咩老周电视台，我哋喺度串，我哋喺度自己串自己个台啊？点睇？我系咁讲啊，自己串自己个台，我哋亚视就冇人睇噶啦，喺度讲呢啲咁嘅嘢。你估佢哋反其道而行？啲人话哇好黐线喎，呢个台自己柴自己台，但系过瘾喎，咩喺度睇下支持下？即系亚视真系啊！你喺度讲啊？而家喺度播啊，扮张家辉嗰啲咩亚视有冇搞错啊？亚视嚟嘅，我系咁讲啊？点睇？跟住我哋 cosplay 咯，有啲人 cosplay， 请啲人 cosplay 放天游啊，啊将神啊嗰啲，哦有机会咯。哎呀，我哋几套 crossover 嗰啲咩放天游沟嗰啲。仲可以同边有咩啊？系之前咪有咩捉鬼天师，有咩五世奇人嗰几套沟埋一齐，话好似嗰啲三国无双咩大蛇无双，唔知喺拉屎，佢哋喺一开头喺度打，突然间咩出现黑洞，即系卷咗入去，即系沟联络，咁啊将神就变咗同阿僵尸先生嗰个林嗰啲一齐五世奇人一 team 啊，点，跟住复生啊，又唔知点啊，成为三国势力三国鼎立。僵尸同道士界有个超强嘅对决，啊咁样我咧，我随便 up 都已经好精彩嘅啦，已经系非常精彩。真系我想我喺 ATV 一个钟咁样喺度 up 呢啲咁嘅 promotion， 啲人话系，跟住你就会认同啊。如果你哋有超过唔知一万名市民揿个 yes 制，亚视就会即刻播呢、這个，即系我即刻喺隔篱打电话，你点睇啊？好，大哥讲话你要听，系我哋捉啲友翻嚟喺度嚼，喺度嚼啊！我话究竟系咪吓？有冇啲咁嘅事？好嚟啦！套嘢叫《二世惊情梦》啊！我试下搵下先，唔该你，《二世惊情梦》一阵临完场嗰时提多我一次，个名都好似几特别喎，好少咁正经嗰啲名。
你咁都揾到啊，咁犀利！你系有睇过记得定点啊？啊，寻找他乡的故事系啊，我哋可以加。以前仲有嗰个咩咩，哎呀，嗰、那个咩梅啊，嗰、那个有个煮食嘢食嗰、那个叫咩梅，死啦，名我都唔记得，嗰、那个叫咩啊？叫咩梅咧？王 X 梅啊，唔系王一梅啊，王一梅系打排球嗰、那个叫咩王咩梅啊？啊？有冇记得啊？嗰个系咩啊？饮食节目嚟嘅，嗰阵时即系嗰、那个我好奇怪，唔系搵靓女嘅，嗰、那个系有吓、啊、冬菇头咁样嘅，有个姐姐咁样瘦瘦地个叫乜鬼嘢啊？啊？个节目叫发噏风或者乜鬼嘢？你上去乱咁噏打电话喺度闹。俾你发泄嘅，我系打嚟随时闹。我喂，欢迎收睇发噏风嘅节啊！呢个节目，跟住我一开头就乱噏一扎嘢啊！跟住你啊，有冇观众想发噏风咧？我欢迎嚟打电话嚟啊！黄淑梅咩？黄二梅呢个黄淑梅嗰个节目叫咩名啊？你有冇睇过啊？吓，即系我虽然冇睇过，但系都知道有呢个节目，当时算系唯一一个王牌节目啦，算唔算啊？吓，即系都有人睇下啊嘛，叫做你有冇睇过亚视都有买啲纪录片啊？我最近睇过一套叫咩大将定咩，好似即系同嗰个高清翡翠台嗰啲啊争嗰两码子嘅级数啊！你个色泽啊或者点啊争好远啊！好，但系都好睇嘅，我觉得一般啲纪录片啊嗰啲咩王丽梅唔系王淑梅啦，系啊系啊，好似叫王丽梅。好，完全忆唔记得王丽梅而家去咗边？我想知道系咪仲系亚视嘅艺员定点啊？啊，嗰阵时佢会去好远，会翻大陆食嘢啊，有时去马拉啊、新加坡都算系咩噶嘛？啊，你知嗰阵时亚视咧一开头系有个。唔知咩整蛊节目定咩，一开头系揾阿周文琪先嘅，即系嗰阵时咧，无线未兴揾呢啲 model 啊，试下做节目。嗰阵时亚视就第系佢开创先嘅，揾阿周文琪同埋咩杨铮去做啊嘛。跟住嗰套嗰个综艺节目都几好睇嘅。跟住系后来，跟住就无线见到哇，好似俾你杀咗条血路起又似你啊！跟住佢就无线又再就喺度请杨铮啊、周文琪嗰啲又做综艺节目啊，之后就亚视嗰个节目从此冚档，嗰条水啊唔 work 啦，之后就俾啊，跟住就开始就完全系零自制节目啦。我印象中就变咗得翻咩把酒当歌啊 ，AT 咩 ADV 焦点啊，而家就得翻呢啲。吓、啊、就冇外景都唔拍啦，就喺个厂度噏噏噏噏噏，哎呀，有机会啦！可惜啊，俾人啊困到啊！其实亚视咧，讲真做咩都冇用嘅，佢谂到咩桥咧，无线即刻学佢嘅，系嘛？戴翻个头盔先啊！我呢啲意见只系参考嘅吓，冇尽述吓，发噏风嘅内容嚟嘅啫吓，你会唔会觉得吓、啊，好似亚视就算做啲咩桥啊，或者点啊，有啲醒目嘅招数啊，无线就好快咧就可以跟落去噶啊？需要啊，加尼，麻烦你。Fijne avond en graag tot de volgende keer. ATV 以前有咩好多啊？咩有啲整蛊节目唔要看搞搞震啊？咩今夜不设防嗰啲都算好睇，好多熊仔。我 call 紧坦克啊，放心啊。上方宝剑喺边度？好快嚟嘅，唔使担心。嗰啲熊仔，唔知点解呢啲熊仔可以打到唔知过晒界，唔知系点样整到，我都好想知个原理究竟系点样可以做到。等等啊！
我成日好惊揿错呢啲。ATV 最好睇系娱乐无穷，有啲人就话国际台。仲有啲咩亚视？我想知咧，嗰啲警讯嗰啲系咪轮流播啊？即系佢系有冇拣话喺边台播？例如话呢亚视播，咁就会唔会真心一问嘅？例如话啲警讯如果喺亚视播嘅期间，会唔会就犯罪率上升咧？因为个个人都冇睇到嗰啲警讯啊，或者点样骗案啊，或者点样？我想知道有冇呢啲咁嘅统计调查。喂，你仲喺度 cop 专登？你仲专登喺度 cop 嗰啲熊仔？喂！每越整越多啊，真系好辛苦啊！睇到呢啲好鬼难揿，你知唔知啊？好惊一阵揿错啊！咦，我覺得仲難玩過嗰啲 Assassin's Creed 嗰啲 head 人嗰啲。我 ban 人好慢啊！啲人话我仁慈啊，我每一个每拣一个呢啲，我都话好手腾脚震，睇清楚，我惊杀错良民啊，大佬咁样呢啲百咩万绿丛中一点红，你估咁易掂啊？只能劝你哋自律，讲真。好，开波啦！跟住今日咧，仲有个机械人嘅，有冇睇过？有一个，跟住我上高登睇个机械人咧，佢系咁讲，佢有一个机械人咧就儿童不宜嘅，佢系咁讲。咁咧细个咧，个个人咧好中意嗰啲咩变形合体机械人啊，咩变形金刚啊，乜鬼嘢啊，好中意喺啲火车啊或者点样？哇，大镬！咁啊，嗰啲咩火车、咩火车盒啊、子弹火车盒啊，或者咩，总之系嗰啲交通工具或者咩咧，就好中意变做机械人嘅。咁啊，跟住咧就于是乎咧，佢话最近咧就有个机械人咧就好奇怪，佢系咁嘅，就全部咧都系嗰啲火车定点咧，就五部合一部嘅，佢系咁讲。咁咧听上嚟咧就五部合一部嗰啲，即系应该都受欢迎啦。点知呢部机械人咧？就傻傻地嘅，佢系咁讲嘅。如果咧，佢系中间嗰度嗰个肚仔嘅位置咧，佢有一部火车嘅。如果你接得唔好咧，啊，冇将佢拍实喺心口度咧，咁啊，结果咧嗰个机械人咧就会嗰个半截嘅火车咧就会向下垂，咁啊就会垂落去两腿之间嘅位置嘅，咁啊就形状咧就好似啊，好似巨龙咁啊，就好似嗰、那个啊。嗰、那个机械人咧就有一个巨龙咁嘅设计嘅，咁咧于是乎咧有日本仔咧就喺度讲，喺度研究呢样嘢啦，吓佢呢个玩具咧就叫列车战队啊，就系、是、因为一系列嘅啲列车啊嘛，唔同有红色啊、绿色啊、蓝色啊、粉红色同黄色嘅，当中最关键影响到嗰个巨龙位置嗰个咧就系红色。咁啊，由于咧嗰个松你知啊，玩呢啲玩具咧，你知道合体嗰啲咧。唔系咁易，即系玩得多咧就会松啊，那个扣啊或者点啊，咁于是乎咧，嗰啲网友就话咧，就后来咧就已经咧就系索性啦，就会合下睇咧，即系以后咧就会自动咧向下垂，佢系咁讲，即系就觉得话呢啲咁样嘅咩合体失败嘅机械人咧，就话咩好，即系会教坏小朋友啊，或者点样啊，佢系咁样讲，跟住有啲人就话其实可能呢一个系。特登嗰个创作者嘅幽默或者点咧，暗藏呢个密码或者点啊？佢初时可能嗰啲制作商唔知道呢个扣会用得耐会坏啊，或者点啊？佢特登咁样整嘅，你点睇啊？本来就系咁样设计，
哇咁快手，坦克一出手就真系争好远喎！呢个你哋揿啊，你哋揿得快好多，我就真系手腾脚震。我话好似嗰啲咩啊，拍金信嗰啲，我好难揿到，真系唔系咁易揿啊！呢啲好大压力嘅，坦克来震啊！呢、這个机械人唔知道，我第一次见啫，我都系见到喺嗰个高登，今日见到，跟住有啲日本仔喺度拍片嘅，就真系攞，即系当然拍都系拍埋啲鬼鼠嘢嗰啲啦，佢又唔会系拍嗰啲正经嘢，就喺度讲话咩呢个机械人咩见到嗰啲，即系喺度模拟一个机械人，如果见到个靓女嘅状态会点样咧？咁等，跟住日本就好兴嘅，而家就喺度恶搞紧。一开头咧就系咁，系一个朋友 send 俾我，佢 send 俾我，佢话喂呢、這个机械你觉得点啊？之后我话几好啊，佢话几有型啊，我普通儿童向嗰啲列车冇乜吓，列车战队几得意啊，佢咁讲。之后佢下一段就系 send 段片同埋个 pose， 之后就话其实真正个机械呢、這个机械唔系你想象中咁善良，佢咁讲，就系咁样嘅。跟住就无独有偶啦，我喺度睇嗰个今日喺度上 Facebook 嘅时候咧，就见到啲啲掉落去。Facebook 嘅时候咧，就见到咧，就有一个终于有人研究到一个问题，佢系咁讲嘅，就话咧，好多人咧就研究之前，我就话阿福咧个头咧，如果系正面睇落去嘅时候会点啦，佢咁讲。跟住日本咧就有个调查，就有个节目啊，有个综艺节目咧就话国民嘅小夫啊，你佢哋咩国民嘅牙刷仔系点嘅咧嘅彻底调查。于是咧佢揾个小朋友，佢揾咗个僆仔。跟住又蒙咗佢只眼，然后咧就逼佢戴个阿福嗰个假发咁样啦，佢系咁讲啦。跟住打侧睇咧，你要见到咧，真系三支嘢叉向前嘅。即系正面睇咧就好奇怪啊！正面睇咧嗰个节目咧就 key 咗幅图落去嘅，就话咧好似咧嗰啲独角仙咁样嘅，前面就上面一支巨型嘅尖尖咁样啦。左右兩支咧，有一支好似個鉗，好似個口咁樣，就好怪雞嘅。你睇下，好似天線得得 B 咁，有支天線喺個頭頂嗰度，係咁講，即係解開咗呢、這個牙刷仔究竟會唔會正面係點咧？因為以前我講過啦，佢畫親咧都好少可會畫佢正面啊，永遠都係畫佢擺向左或者擺向右啊嘛。咁於是乎咧，就喺度解決咗呢個問題。但系你有冇发现咧？唔知我怀疑日本真系有上高登，因为呢个问题系早排喺高登嗰度出个 post 引起好大讨论定点啊嘛。跟住而家咧就即刻又嚟，就即刻喺度解决呢个问题，就喺度整个节目啊，或者点样啊？哎呀，你觉得日本仔有冇探子或者咩嚟高登攞料？我觉得有时，我觉得有可能。之前仲有一单咩？我话系好相似啊，讲嗰个佛嗰啲啊嘛，我话嗰啲咩佛嗰啲。跟住而家又兴咩佛男吓？而、家你觉得好似啊，因为唔出奇。有时嗰啲咩嗰啲香港啲记者或者咩就成日喺度攞喺呢度攞料或者点样噶嘛？吓、啊，见到话高登兴啲咩嘢或者咩就即刻喺度攞料，佢话悭好多时间啊点啊？所以我怀疑嗰啲日本仔都有咁嘅可能性，佢系觉得哇，佢呢、這个香港呢啲论坛啊咁多古灵精怪嘢，不如入嚟睇睇啊！好，嚟啦！想斩埋嚟可惜啊！咩难到唔紧要呢啲，再嚟！哎呀，俾得靓噶啦！好，准备啦！哎呀，掉落去可惜啊！有人话咩香港高登等于日本仔个 2CH， 我哋成日打对 2CH 噶，你知唔知啊？吓 2CH 唔知系咪真系 FIFA 入边有一对 2CH 好鬼劲噶都吓，应该似乎都系应该真系日本仔嗰啲，通常日本仔练到好有队形噶，日日狂操狂坐嗰啲嘛，可能都系吓，唔怪之咁劲嘅啫，日本仔嗰个高登都系差唔多。其实讲啲嘢，你发现咧每个世界各地有机会咯，之后可以靓啊，一下炮弹啊，连爆两个人就入波。你发现世界各地咩大陆啊，嗰啲咩咩咩
咩贴吧啊，或者咩咩猫扑啊，或者咩天涯，跟住日本 ECH 香港高登，跟住讲啲嘢差唔多。你发现就系嗰啲，我之前啊讲话咩，佢哋话咩老鸟或者咩嗰啲啊嘛，嗰、那个大陆就打咩老鸟，跟住嗰啲日本仔都系打呢啲，你一贴啲靓女，佢都一样打呢啲咁嘅嘢，咩打钉啊，类似咁，佢都系用日文打呢啲。大家世界各地，我发现每个城市啊，或者每个国家都有呢啲咁嘅论坛。美国佬又冇喎，上次美国嗰啲系边个论坛系有呢啲咁嘅嘢啊？咩4CHAN 系咪有一个叫啊？好想我好想去匀晒世界各地呢啲论坛睇下系咪？我想做一个统计睇下系咪全部都系咁样，一贴亲靓女啊打嘅嘢都系。吓、啊，都系啲格非常简单，好简单嘅嘢，吓、啊。外国4CHAN 就系元祖高登啊，吓。你哋有冇上噶？我想知道，你哋会唔会上去同人哋倾偈嗰啲？佢哋会点样？会唔会叫你话咩唔好过嚟啊，或者点啊？好排外定点啊？会唔会？好，因为我未试过上去。好。差啲啊！就俾人围攻紧啊，危险啊！仲喺度噶，冇办法。喂呀，我识啊。跟住咧，大陆咧有今日有单新闻都几可怜嘅，就话说咧有个广州个男仔，咁啊好辛苦想追一条女咧，咁千辛万苦咁啊狂追，咁啊吓成咯，即系多年嚟咧就不离不弃嘅，咁啊离离合合，即系有暧昧啊，成日有时争啲追到，或者点啦？咁啊，於是乎咧，咁啊，後來咧，為咗娶佢啊，應承嗰個女仔就同佢講話，哇！佢話我娶你啊，佢話就算佢話你之後唔願意唔 like 嘅，佢話一個月之後你頂唔順嘅，咪離婚咯。佢係咁講。咁啊，於是咧就個女仔咧就同意，佢話 OK 啦，冇問題。跟住點知咧，結咗婚一個月之後，你估都估唔到發生咩事。跟住咧，佢係發現咧呢個女仔啊，哎呀！发现咧，原来咧佢个肚入边咧已经系有咗前男朋友嘅小孩，而且咧要坚持生落嚟。之后呢个男仔咧就即系现任呢个老公咧就好嬲，佢嬲到爆炸，之后决定咧告上法庭，跟住要求咧个女方咧就要退还咧所有嘅婚礼啊、婚宴啊、啊费用啊、聘金啊，全部还翻晒。咁啊，於是咧就即係法院啊調解啦，就喺度傾啊點點點點啦，咁啊要判案啦，佢係咁講。咁咧最後咧打一輪官司啊，之後咧決定咧協議咧啊自願離婚。咁啊就咧決定咧就話哦女仔咧就要賠咧啊賠翻曬嗰啲聘金啊嗰啲咩婚宴費用之餘咧，跟住仲要賠償男方嘅。咁要賠幾多咧？答案估都估唔到啦，就係、是、$1。佢赔翻$1咧，就当系一个象征式嘅赔偿，做一个咩啊？心理当你啊，等你平衡下你心理啦。嗱，佢赔咗俾你噶啦，佢系咁讲，俾翻$1你吓，唔好嬲啦，佢系咁讲啊。你哋只佢呢个叫做咧，佢话法院称之为咩过错损害啊，因为呢个过错嘅损害咧，所以要赔$1人仔过你，你点睇啊？本身咧，嗰个男仔咧就同佢讲话：你而家落咗个仔，我唔咩就当冇事嘅，我可以继续同你一齐啊，或者点样？但系咧呢个女仔就话啦：唔得，我之前流产过两次噶啦。佢话而家再落咧，可能以后都冇得生仔。佢坚持要落，咁啊，所以呢个男仔咧先嬲到咧就嬲到咧就要即刻离婚。跟住咧，原来咧佢话点解会有呢个 B B 咧？佢系咁嘅，佢话咩登记完，即系佢哋结咗婚咧就登记婚姻注册啦。咁登记完之后咩5日，咁呢个女仔咧就唔知因为一啲事情闹交啦，同啊呢个现任嘅老公嘈交，即系喺酒吧解闷嘅时候咧就见到咧前男友，跟住两人咧就发生一夜情咧，咁啊即刻咧嗰个吓现任嗰个老公咧就即刻当场大陆母，兼且咧就啊。就嗰个女仔有咗啦，咁啊，于是就酿成咗今次嗰个事件，你哋点睇啊？但系我谂紧，即系你话咩赔嗰啲，即系话赔翻啲咩婚礼啊，或者咩嗰啲都合理，但系嗰个咩咩
點樣賠一蚊嗰個係咩意思？不如唔好賠，講真啦，定係真係好似如我所講係一個咩心理嗰啲費用嚟，俾你好落台啲啦。佢真係係佢錯係佢錯，所以賠一蚊俾你。賠完你唔覺得收到仲嬲啊？仲興好似俾乞衣，唔知做乜鬼嘢啊？黐筋啊！但我今天看到一个大陆人在街屙屎、啊、在哪里，你意思是在大陆那里见到还是怎样、啊、有人说什么公平什么公平什么，然后有些人就有位兄弟就问为什么还要娶这个女仔呢，明知即是他说即是沟了这么久都沟不到了，还要勉强没有幸福，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好，出到来了。讲真啦，呢个咩试结婚已经好荒谬嘅，嗰个男仔开出嗰啲条件系完全系即系咩丧权辱国嘅，即系已经冇晒尊严嗰啲咩，我哋试下结婚你唔满意啊，你啊即刻嚟。好，佢本身就想可能就系想试，即系谂氹嗰个女仔落搭嘅，就试完一个月啊。啊，话咁啊，讲试啦，系嘛，咁啊，氹咗你签咗字先，系嘛，之后再算，啊，当好似就生米煮成熟饭咁嘅意思，啊，结咗婚都无谓嚟啦，咔哩咔啦，好多手续一试一路试下试下变真，试当真啊，拖下拖下，本身佢系谂住如意算盘系咁样嘅，点知可能佢系估唔到啊，即刻闹交，一注册完五日。闹交兼且就即刻有个第二个肚，系、啊、嘛？结婚都有得试用期啊，黐线啊！我都觉得呢啲嘢好，哎呀，撞落去啊，争少少啊！诶，点啦？再嚟啦！呢、這个角球斜埋嚟，升龙想喺近柱位啊，可惜啊，攞唔到啊！而家咩都要试噶啦，系啊，嗰啲咩要时代，又系嗰啲咩消费者权益或者点样，就喺度话咩都要试，结婚又要试，哇！但系我都唔知啊，呢啲嘢通常有啲嘢肯定系滥用或者点，我都唔知啊。呢个女仔系究竟系个样好靓或者点啊？点解嗰个男仔愿意咁死心塌地咧？我都唔知道啊。跟住今日仲有单新闻都黐线嘅，我睇上网睇嘅，哇！佢话咩？有个僆仔，佢19岁啊，中六生嚟嘅，咩吓好好有钱定点咧？佢话咧咩旧年啊咩19、18岁即系考车牌啦，咁啊成功考到，跟住咧就变咗 P 牌仔啊。跟住咧佢啊即刻咧吓考到车牌之后咧啊大镬啦！佢即刻买咗架咩 Audi， 佢话咧跟住就加埋咩 GPS 导航咧就方便咧摆喺车度，跟住于是咧就喺度揸 Audi 咧就翻学，结果咧。吓揸揸下翻学途中咧吓、啊、就不幸咧就炒车，咁啊炒车之后咧就警方啊咩点样，跟住你个睇到咧嗰个学生哥个样咧都高高瘦瘦白白净净都几靓仔啊，咁啊咁样，咁啊于是乎就系啲人就话估唔到原来而家啲后生仔真系好似嗰啲咩睇韩剧啊或者点样咁样嘅，即系真系好似嗰啲又啊即系家底好厚啊或者揸车翻学，我哋以前边有呢啲。歌仔唱就算有钱啲同学仔都唔会，都系最多啊。通常我谂都系司机揸，好少系自己揸翻去嘅，系嘛？好，顶到落嚟，佢都估唔到啊！你有几多个人系18岁？嗰阵时我都好兴嘅，嗰、那个年代我记得，唔知考完高考 A level 啊，考完 A level 之后咧就可以咁啱可以考车牌，有好多人都走去考嘅。好似围内啊，我话俾你，我围内有唔少兄弟去考，唯独是得一个人系一剔过，可以考到车牌嘅。答案嗰个就系黄狗，个人都炒，个人都系失败收场。我识嘅所有同年嘅人，第一次考都系濑屎啊！有啲人直情系话有，好似考车咧有分两种错嘅，嗰啲少少错就唔知道可以错几个咁样，唔知道最多错5个冇事。有啲大错咧系咩？嗰、那个司机会直情耷停你嘅车，唔系司机。是那个监考官，他会坐在你隔离嘛，他会耷停你的车，咁啊你就佢一耷咧就基本上你之后就算做啱晒咧已经 fail 嘅，已经系要重新考过，哎呀，你都落去啦，咁啊唯独是黄狗咧，我记得我有讲过啦，佢点样练车咧，佢
佢因为上好少堂嘅，佢系用最少堂嗰啲嘢。有时佢话其实我唔系好记得，就系佢考之前同我讲，即系佢点练咧？佢又喺度玩 GTA， 佢喺度话，跟住我系话玩 GTA， 佢话试下手交通规则先，佢系喺度咁样喺个灯位度停喺度啊，或者点样，即系练咗好耐。练咗好耐，跟住我话你搞乜啊？嗰人揸练紧车啊，大佬，我系咁讲，梗系耐啦。佢话咩红灯，跟住佢话 game。